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观点与角度》。联邦自由党政府在上个星期宣布禁止多达一千五百款枪械。就此，我们今天继续以摄像的方式连线时事评论员李志恒先生，跟您一同来探讨。你好，李先生。大家好。 其实呢，呃，这个禁枪令推出来之后呢，也是外界普遍关注，也是期待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联邦自由党上台之后，多年来呢一直在呃倡导啊，要这个呃禁止这个枪械，特别是之前呢是讲禁止手枪。那么呃，目的呢就是要打击这种涉枪的这个罪案。那么呃，首先请李先生您来分析一下哈、啊，呃，这一次的这个宣布的这个禁止枪械，竟然呢多达了一千五百款，是不是跟联邦自由党？ 呃，他之前一直强调的这个，比如说要禁止手枪啊这些，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有很大的不同。呃，我认为这次的政治的意义可能比一直大家都在想的那个减少暴力罪案，呃的更大。因为呢，这次就观察他这次进的枪里面呢，大，它有总共有一千五百种嘛，里面在所谓的 AR，就是所谓的那个攻击性的步枪，呃，占了一千种。 这种步枪呢，在加拿大已有四十五年了，没有一把合法枪械曾经作为暴力谋杀的工具。里面也还有大约有两百种所谓的呃大口径，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炮，并不是枪，是炮，比如迫击炮，甚至那个肩负的导弹都有，毒蛇导弹里面都有反，反反坦克导弹都有。这在加拿大里面也不是在枪械，不是 firearm 的定义，除了个别的收藏家、博物馆，平民是不会拥有的。 在加拿大也没有涉及到暴力谋杀的先例，还有剩下的有一些是对点五零呃，大口径步枪、猎枪，他们那种主要是以栓动的步枪为主，就打一发上一次膛。在加拿大已经禁止了这一种的半自动就大口径的步枪。这种步枪平均的价格是在一万块钱或者两万到三万以上，主要用户者是收藏家，还有一些博物馆。 再加上也是没有作为暴力呃犯罪分子作为谋杀工具的先例，还有一些具体的枪型，什么 c c 八五八啊，呃 s w i s a R M X R 呃 XCR 蝎子的枪型也没有在这样加涉涉及到任何的暴力谋杀，只剩下呢只有个别的一些具体的枪型在过往有那种谋杀的历史，而且呢，我们观察的枪型呢是完全是随机的，没有说该因为该该该该,该枪的某些特性。 可能就简单是因为当时犯罪分子能够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枪械而已，而且我们观察，呃，在 O C 这个 O C I 这个行政那个指令里面所引述的啊，这两千五百宗暴力谋杀里面，绝大部分是涉及帮派活动、反贩毒，而且里面所用的绝大部分也是黑市的手枪，跟这次说所要进的这个这才是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是来主要来自是美国，就这去年跟今年，其实多伦多跟皮尔区警方也在新闻发布里面指出，在涉及这本市啊，他们两个是涉及的那个呃犯罪的枪械，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的的,的涉案枪械是来自美国走私，所以我认为呢这一项跟嗯、呃、减少犯罪啊那个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作为参考啊，我们在二零一五年通过那个 Bill 呃 Bill Sixty Nine。B 69, 就六十呃九号那个法案，里面是把涉及枪支刑事犯罪的最低刑期缩短，其实两个是矛盾的，我并不认为这个是跟减少。 暴力犯罪有任何关系？除了这个呃，除了这一点是矛盾的之外，其实外界也普遍关注，因为呃，联邦自由党政府一直之前是提倡，包括这个呃，负责这个呃枪械立法的这个部长啊，布莱尔部长呢，他也在强调这个呃要禁止手枪。这次禁枪的这个范围当中涉及这个手枪的呃内容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呃从报道来看，包括你的介绍呢，都是那种大口径的、杀伤力非常强的那种呃军用的这个呃枪械。 嗯，呃，首先我澄清一下，这是我们平民能够拥有的枪械、倍镜枪械，嗯、呃，不是真的是军队里面用用用的这种军用步枪，因为在我们加拿大呢，能够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枪支已经经过 RCMP 验证，有的需要修改就修改，可以平民使用，而且不是呃所谓的那个大呃大大那个、什么大的攻击力那种，其实口口径我比如 AR AR 十五，15, 它的口径是点二二寸。 在弹种里面归类是小口径弹种，不是大的。呃，回到刚才你问的那个呃，B player，嗯，之前做那个进枪的公众行行呃聆讯，对、呃讯，其实当时是出了一个公众聆讯的报告，但是大家好像没有太留意报告里面的内容啊。里面会这样说的，临训内容呢就是说书面回应的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四。 是反对禁止或者限制手枪或者半自动步枪的合法使用，是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四反对。在网上回应呢，是百分之八十一反对增加限制合法手枪，百分之七十七反对增加限制合法半动步枪的的的使用。整个完整报告都有公布。这一次他所所启用的内阁指令形式，其实是跳过了这个民主立法的过程。 嗯，那么其实这次这个呃，我看也有呃评论分析呢，呃，对这个。 禁枪令颁出的这个时机啊，也是呃有有所争议啊。一方面，我们看到目前呢是这个全呃全球包括本国呢是新冠肺炎的疫情肆虐啊。那么呃联邦的国会呢都不能正常的这个运作，呃执政党呢也不可以呃就一些呃关键的议题来接受反对党的质询或者是这个呃询问啊或者是商讨。那么另一方面呢，呃刚刚发生在海洋省问的一起这个呃枪击事件呢，呃又是这个呃令到。 这个死亡的人数啊，创下了这个本国历来呢最为惨痛的一次呃涉及枪械的这种暴力的案件呃，所以有分析就这样说，令到政府呢绝对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呢来推出啊、呃、他们呃一直所坚持的这种呃呃政策。那么不知道李先生对这种评论你是怎么样来看待？呃，又回到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点嘛，这个是一个政治举动多于解决问题本身。这一次呢，就刚你所提出的这个 timing。 这个时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精确计算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之前本来是十二月份，去年是已经有个计划，大概的草案当时已经说了，本来计划是在一月二十七号，你会恢复的恢复的时候把这个表的、这个、列表公布的，没有，因为要、呃、可能是因为那个 COVID-19 的事情吧，那个的肺肺肺炎疫情的问题没公布。现在拿出来公布呢，一个是那个我们是大家。 都就都都的议会没没法没办法讨论这个问题啊，呃之前的那个建议呢是有呃两点五亿的费用，这个需要一个经要经过立法过程必须通过议会批准呐、啊，呃以前刚刚自由党嗯、呃、竞选的时候承做出这个承诺的时候，当时的那个赤字的预算是三百多亿嘛，这两百呃两两点多亿对于三百多亿大概是百分之一左右吧，那现在我们这经过这个议政。 我们估计的那个数字有可能变成两千多亿，两千五百亿，就原来的这个预算，对于整体的那个预算的比例大大减少了，变成十分之一。所以这时候大家可能更少关注这一个计划可能花多少钱。然后呢，因为疫疫症问题，大家也没办法去呃，太做太多的什么反对啊，呃，去一些公公共的一些反对的意见，这个时候也没办法发出来。 而且呢，为什么现在是最佳时机？再等也不行，那就因为最再再等也可能会解封了，大家可能会上街啊，或者各种方式可以组织这个反对。现在是是最好的时机，一个它的成本比原来的的次啊，一下减减低了，大家的关注那个费用成本没有这么多。另外一个，大家都不能反对，跳过了这个越过了这个民主立法的过程，这个可以提到啊。 他这次所用的这个内阁指令啊，其实跟我们加拿大的立法过程是两个不同的的的的方式嘛。一般立法过程通过议会各种咨询要要辩论，这次是没有了，完全跳过。上一次呢，啊、呃，我就说这次估计呢，这个影响的人数大概有呃七万五千名加拿大居民。上一次加拿大通过这个内阁指令影响这么大规模的人。 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战二战期间，把加拿大两万一千名，呃日本的侨民关进那个集中营，这相对来说这次是相当不寻常的。通过这个跳过啊、呃，然后呢，这次因为有可能是因为要捉住这个时机的问题啊，这个行政命令里面有多项的错漏。 包括刚才我所说的，把炮啊、导弹啊，这些不符合枪支定义的东西包括进去，把这些平民难以获得的这些武器啊包括进去，把那个枪管的口径定义也，他昨天那个 b i b l a i 也出来澄清嘛，他并不想把，并不是呃初衷把那个十二 gauge 那种常见打鸟的散弹枪包括进去，但是根据现在的定义，他所公布的定义，大部分、绝大部分在加拿大。 打鸟的这些猎人打猎的活动，呃，打鸭、打鹅的。 都变成是非法枪械。嗯，李先生刚刚透透过这个数据呢，呃阐述了观点，就是说呢，其实这这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禁枪啊，其实跟这种呃罪案啊涉枪的罪案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一一种内在的联系。那我我我们也普遍关注，到底这个禁枪令颁出来之后，你刚刚提到这个受影响的人群，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群受到影响？这一类的人群，在这个国民的比例当中又有多少？ 总共呢，在加拿大大概有两百二十万的拥枪的的居民，就这个有枪牌的，这个作为参考了，跟玩冰球的人数差不多。玩冰球大概是呃一百九十万到两百万之间，呃玩枪大概有两百万，呃估计拥有具体这把枪的呢，或者那枪型的呢，应该是大概七万五千人左右。 嗯，那么呃，这个毕竟啊，这个一每每出现这个枪击事件的时候呢，呃呃，我们会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呃，就会自然而然提到本国是不是要考虑这个禁枪。那么这个现在来看呢，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啊。那么还是想请李先生您来具体的在。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呃，如果说这个禁枪令跟实际的这种涉枪的罪案没有太直接的联系的话，那为什么这个呃媒体也好，还是这个呃联邦的自由党政府也好，他们这么关注这个禁枪？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呃，就我认为呢，因为去年做了这个竞选的时候，做了这个竞选的承诺。 呃，当时最早其实进最早竞选承诺是禁手枪，不是禁这个的。但去年在就在选举投票之前，大概几个星期吧，突然宣布不是禁手枪了，就禁手枪。其实根据那个公众的聆讯的内容，禁手枪其实是不得不到公众支持的，那就转向了这个呃呃禁这个半自动步枪，但是没有任何的公众聆讯。既然这个竞选承诺做出了，现在。 大概是差不多半年以后吧，可能现在的时机是最适合以最低的政治成本来兑对兑对现这个竞选承诺，因为涉及的人没有手枪那么多了，大家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做出什么反应啊。之前的以为是进另外一种，现在是进了这种，大家还没做有,有太多的反应啊。然后这个刚才说那个预算问题嘛，原来的预算在总的赤字的预算里面。 的比例大大减少了，就百分之原来估计的影响百分之十左右，所以呢，现在这个时机是可以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政治利益，就是选票。 那你觉得这个禁枪令呃，真正,正式成为这个法律实行之后，会不会减低这个呃涉枪罪案的发生？因为我们也看到，相比这个自由党政府呢，呃，在前朝的保守党政府期间呢，他一直是强调这种要在这个执法上要严格啊，对这个涉枪罪案啊，这种暴力罪案的这个惩罚的这个呃呃力度要大啊。你觉得两种比较起来，到底哪一种会真的是有效的打击这种涉枪的犯罪啊，保护公共的安全？ 这个能不能减少涉枪犯罪，就看涉枪犯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多伦多和各个城市其实都知道，呃，我们的省长福特也提到，大部分的涉枪是因为黑枪来自美国走私，还是他们是毒品，呃，还还有帮派活动有关。比如说啊，我们这次可能是花费可能要三到六亿啊，从以前的呃两点五亿。 呃，要提高了。然后这是我们行业的估计，真正的费用就参考新西兰类似的计划，估计会有十亿，而不是两点五亿或者三到六亿。初始费用到十亿，还有高昂的后续的管理费用。作为参考，我们联邦政府拨款给反黑帮、反毒品和边界安全的费用是三点八亿，分五年，五年三点八亿。所以，安省成长，我们福特。 他直言，把这钱直接交给反反黑帮、反毒品、反走私对抗的警方，可能更加有效。嗯，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于这个呃联邦政府推出的这个禁枪令呢，它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不是真的能够阻止这种涉枪暴力的犯罪？我们也将继续啊进行这个呃、啊、密切的关注。再一次啊感谢时事评论员李志恒先生跟我们连线，也感谢各位听众呃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的。 家国纵横，我们下期节目再会。